贾母做寿大开筵宴的这几天，尤氏晚间也不回那府里去。尤氏的丫鬟银蝶和大观园二门上的张婆子顶撞了，这话传来传去，传到了周瑞家的耳朵里。那两个婆子就是管家奶奶，平常跟他们说话跟很虫似的，若奶奶不戒斥，大奶奶脸上过不去。若这么整，记上两个人的名字，等过了几日捆了送到那府里凭大嫂子开发，或是打几下子，或是看人饶了他们，随他去就是了，什么大事儿？是周瑞家的素日仗着是王夫人的陪房，原有些体面，心性乖滑，专管各处献情讨好。听得角门上的婆子怠慢了尤氏，又素日因与这几个人不睦，马上出来传话，带几个人到园子门处把那个婆子给绑了，叫到马圈里看起来，就说我奶奶吩咐的，去吧。是。你去告诉林之孝乡的林大妈，就说二奶奶让她到园子里去听大奶奶的吩咐去。是。去吧。不想一个婆子的亲家娘是邢夫人的陪房费婆子，这费婆子只因贾母近来不大作行邢夫人，所以连这边的人也减了威势。如今贾母庆寿这样大事，干看着人家逞才卖计办事，狐妖喝柳弄手脚，心中早已不自在。如今听了周瑞家的捆了他亲家，越发火上浇油。我那亲家不过和那府里大奶奶的小丫头白道了几句话，周瑞家的就挑唆咱家二奶奶捆到马圈里，等过了这几日还要打。求太太，我那亲家也是七八十岁的老婆子了，和二奶奶说声饶她这回吧。这有什么大事，无非打一顿罢了。这本不是什么大事，又是老太太的千秋，大家睁只眼闭只眼就过去了。可是二奶奶就是不饶人，她如今哄着老太太喜欢，他好就中作威作福，挟制着连二爷，挑唆二太太，把这边的正经太太倒不放在心上。今儿两位王妃要见姑娘们，老太太就让三姑娘见，不让二姑娘见。我们都替太太不值，一样是亲孙女，都是姨娘养的，怎么就这么厚此薄彼？究其原因，还不是因为老太太偏心。其实老太太不喜欢太太，都是二太太和连二奶奶挑唆的。别说了，次日一早，众族人都到齐，坐席开戏。贾母高兴，又见今日吴远卿都是自己族中子侄辈，只便衣长装出来，堂上受礼。给老祖宗拜寿，祝老祖宗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给老祖宗拜寿，好，祝老祖宗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起来，给老祖宗拜寿，祝老祖宗。
瞧把老太太给高兴的，太太，回去路上可得仔细着点儿。两位太太还有什么吩咐？我听见昨晚上二奶奶生气，打发周管家的娘子捆了两个老婆子，可也不知犯了什么罪。论理儿，我不该讨情。我想啊，老太太的好日子，发狠的还舍钱舍米周贫济老，咱们家倒先折磨起老奴才来了。不看我的脸儿，全且看老太太。二奶奶，竟放了他们吧。是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这是哪里的话？昨儿因为这里的人得罪了那府里的大嫂子，我怕大嫂子多心，所以我把那两个婆子捆起来了。原说过了这几日发给她处置的。连我并不知道，你原也太多心了。我是为你脸上过不去，所以等你开发。不过是个理，就如我在你那里有人得罪了我，你自然会送了来敬我，凭他是什么好奴才，到底凑不过这个理儿去。这又不知谁过去没的现情儿，这也当一件事情去说。你太太说的是，就是你真哥媳妇儿也不是外人，也不用这些虚礼。老太太的千秋要紧，放了他们为是，去让他们把那两个婆子放了。听过了，二奶奶还是哭的。那边大太太当着人给二奶奶没脸，起因却是因为两个奴才得罪了甄大奶奶，偏有一个是大太太陪房的亲家。这才是分耳之理处。难道为我的生日，由着奴才们把一族中的主子都得罪了也不管吧？这是太太素日没好气，不敢发作。所以呀，今儿拿着这个扎法子，分明是当着众人给凤儿没脸罢了。杏儿姑娘回来了。来，你到哪儿玩去了？在园里林姐姐屋里大家说话的。你找个人到园里各处女人们跟前嘱咐嘱咐，今儿留下的亲戚家的女孩喜姐儿和四姐儿虽然穷，也和家里的姑娘们是一样，大家照看金新鲜。还是我去说吧，别人去也没人肯听啊。我知道咱们家的男男女女都是一个富贵心儿，两只体面眼儿，未必把他们俩放在眼里。有人小看了他们，我听见可不一样。且说鸳鸯园子里传话回来，只见角门虚掩，犹未上栓。此时园中无人来往，鸳鸯不曾有个作伴的，独自一个，脚步又轻，所以该班的人皆不理会。鸳鸯眼尖，趁月色见准是迎春房里的思琪。思
思琴，你还不快出来，吓着我！你再不出来，我看起来当贼拿了。这么大的丫头了，没个黑街白日的，只顾玩不够。好姐姐，你千万别嚷嚷，我求求你，千万别嚷嚷。这话怎么说？怎么了？姐，那人是谁？是我顾九兄弟。嘿，要死要死！姐姐，姐姐，你还不赶快出来？姐姐都已经看见了，快出来磕头！姐姐，姐姐饶命！姐姐饶命！姐姐饶命！我们的性命都在姐姐身上，只求姐姐长生要紧。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姐姐饶命！你放心，我横竖不告诉一个人就是了。好，姐姐，姑娘已经出去了，小门上锁吧。我在这里有事，请略住手，我这就出去。姐姐，那思琪和他姑表兄弟忽被鸳鸯惊散，思琪一夜不曾睡着，又后悔不来，茶饭无心，起坐恍惚。我去他家看过了，你那兄弟竟逃走了。你说什么？啊，姑娘，三四天没回家了，如今打发人四处找他呢。不可能，姑娘，别气坏了身子，如今先养好病是要紧的，再要养不好啊，让太太知道了，让你挪出去可就不好了。芳蓉，你先去吧，我这里不行。姑娘慢睡，二门还离不开我，我先去了啊。纵使闹了出来，也该死在一处。你自为是男人，先就走了，可见是个没情没义的汉子。找什么？我前日换下来的衣服你见着没有？姐姐今天早上不是让我去洗吗？思琪在吗？莲姐姐，思琪，听说你病了，特地过来看看。莲花，你给我倒杯茶去。是，过来躺着吧。今儿听说有个小厮跑了，又听说你病重，我猜你是怕我说出去才病成这样的吧。我要是告诉一个人，立刻现死现报。你只管安心养好病，可别白糟蹋了小命啊。我的姐姐，咱们从小耳鬓厮磨，你不曾把我当外人待，我也不敢怠慢了你。如今虽一朝走错，若果然不告诉一个人，你就是我的亲娘一样。从此后，我活一日是你给我一日。如果我的病好之后，我一天把你立个长生牌位，我天天焚香礼拜，保佑你一生福寿双全。思琪，如果我要是死了，变驴变狗我也会报答你。所以说，千里搭帐篷，没有不散的宴席。再过三两年，我们都是要离开这里的。俗语又说，浮萍尚有相逢日，人岂却无见面时。到那时，我又怎么报你的德行？是这话，我又不是管事儿的人，何苦坏你的声名？我白去献殷勤，况且这事儿我自己也不便开口向人说去。你只放心，
从此养好了，可要安分守己，再不许胡行乱作了啊！好姐姐。鸳鸯又因这两日凤姐声色怠惰了些，因顺路也来望候。你奶奶这两日怎么了？我看她懒懒的。嘘。她懒懒的也不止今日了，早在一月之前便是这样。又兼这两日又忙乱了两天，又受了些嫌弃，从心又勾起来，这两日比前些又添了些病，所以支持不住，便露出马脚来了。既这样，怎么不早请大夫来治？我的好姐姐，你还不知道她的脾气呢。别说请大夫来吃药，我看不过，白问了一声身上觉得怎么样，她就动了气，反说我咒她病了。饶这样，天天还是查三访四的。自己再不肯看破些且养身子。虽然如此，到底该请个大夫来瞧瞧是什么病，也都好放心呀。说起病来，据我看也不是什么小症候。是什么病呢？只从上个月行了经之后，这一个月竟沥沥兮兮的没有止住，这可是大病不是？依你这话，这可不成了雪山崩了。你女孩家这是什么话，倒会咒人呢？究竟我也不知道什么崩不崩的，你倒忘了不成？先我姐姐不是害这病死了，我也不知道这病，因无心听妈和亲家妈说，我还纳闷儿，后来也是听妈细说缘故，才明白了一二分。你该知道的，我竟也忘了。二爷回来了。平儿，平儿，原来奶奶睡着呢。哟，鸳鸯姐姐，今儿跪脚踏见地啊。来请爷奶奶的安，偏又不在家的不在家，睡觉的睡觉。姐姐一年到头辛苦服侍老太太，我还没看你去，哪里还敢劳动来看我们呢？真是巧得很，我才要找姐姐去，因为穿着这袍子热，先来换个夹袍子再过去看姐姐。不想天可怜，省我走这一趟，姐姐先在这里等我了。又有什么说的呢？啊，有一件事儿我竟忘了，只怕姐姐还记得。上年老太太生日，曾有一个外路和尚来孝敬一个蜡油洞的佛手，因老太太喜爱，就即刻拿来摆着了。因前日老太太生日，我看古董账上还有这一笔，却不知此时这点东西着落何方。古董房里已经问过我两回了，等我们问清楚了，好注上一笔。所以我问姐姐，如今还是老太太摆着呢，还是交到谁手里去了呢？老太太摆了几日，厌烦了，就给了你们奶奶。这会子你又来问我，我连日子还都记得。还是我打发了老王家送来的，你忘了？或是问你们奶奶和平儿？交过来了，现在楼上放着呢。奶奶已经打发了人出去说了，给了这屋里。他们发昏没记上，这会子又来叨弄这么要紧的事儿。既然给了你奶奶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你们就昧下了？奶奶告诉二爷，二爷是要送人，奶奶不肯，好容易留下的，这会子自己忘了。又来说我们昧下了，什么好东西，什么要紧的物，比这强十倍的也没昧下一遭，这会子又爱上那不值钱的。哎呀，我如今啊真是糊涂了，丢三忘四，惹人抱怨，竟大不相先了。也怨不得，事情又多，口舌又杂，你再喝上两杯酒，哪里清楚的许多。我也该回去了。好姐姐，再坐一坐，兄弟还有事相求呢。怎么不沏好茶来？快拿干净盖碗，把昨浸上的新茶沏一碗来。
这两日因老太太的千秋，所有的几千两银子都使了。急出房。几处房租地税，通在九月才得，这会子竟接不上。明儿又要送南府的礼，又要预备娘娘的重阳节礼，还有几家红白喜事，少不得三二千两银子，一时难去支借。俗语说，求人不如求己，说不是姐姐但可不是，暂且把老太太查不着的金银家伙偷着运出一箱来，斩压千数两银子支腾过去，不上半年的光景，银子来了，我定交还，断不能让姐姐落不是。你倒会变法，亏你想得出来。不是我扯谎，若论除了姐姐，也还有人管得起千数两银子的，只是他们为人不如你明白有胆量，我若和他们一说，反吓住了他们，所以我宁撞金钟一下，不打破鼓三千。萍姐姐，月亮姐姐在吗？我在呢。老太太找姐姐半日，我们哪儿也没找到，贴在这里，快回去吧。我去瞧瞧。他肯应准了。虽然未应准，却有几分成熟，须得你晚上再跟他一说，就实成了。我不管这事儿，倘或说准了，这会子说得好听，到有了钱的时节，你就丢到脖子后头，谁和你打饥荒去？倘或老太太知道了，倒把我这几年的脸面都丢了。儿，你若说定了，我谢你如何？你说，谢我什么？你说要什么，我就给你什么。奶奶倒不要谢的，昨儿正说要做一件什么事儿，恰少一二百银子使，如今借了来，给奶奶拿一二百银子，岂不两全其美？幸亏你提起我来，就是这样也罢。哎，你们太也狠了。这会子你们别说一千两子当头，就是现银子要三五千，只怕也难不倒。我不跟你们借就罢了，这会子烦你说一句话还要个力气，哼，真真了不得了。我有三千五万，不是赚的你的，如今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背地里嚼说我的不少，就差你来说我了。可知没家亲，引不出外鬼来。哼，我们王家可哪里来的钱呢？都是你们贾家赚的。别叫人恶心了。你看看你们家什么石崇邓通，把我们王家的地缝子扫一扫，也够你们过一辈子呢。说出来的话也不怕臊。现有对证，把太太和我的嫁妆拿出来细看看，再比比你们家的。哪一样配不上你们的？说句玩笑话，你就急了。这有什么这样的？要使一二百两银子值什么？这多的没有，这还有。先拿了进来，你使了再说，如何？我又不等着闲口垫背，忙了什么？何苦来？犯不着这样肝火盛。不是我着急，你说的话戳人的心。我因想着后日就是尤二姐的周年，我们好了一场，虽不能别的，到底给她上个坟烧张纸，也是姐妹一场。她虽没留下个男女，也该前人撒土迷了后人的眼才是。难为你想得周全，我竟忘了，既是后日才用，若明日得了这个，你随便使多少就是了。
奶奶来了。奶奶，二爷，可成了没有？哎呦，进步中用。我说须得奶奶做主就成了。又是什么事儿？也不是什么大事儿。旺儿有个小子，今年17岁了，还没得女人。因要求太太房里的彩霞，不知太太心里怎样，就没得计较的。前日，太太看彩霞大了，二则又多病多灾的，因此开恩打发她出去了，给她老子娘随便自己捡女婿去吧。所以呀，旺儿媳妇来求我，我想他两家也算得是门当户对的，一说去自然成的。谁知他这会子来了，说不中用。哼，这是什么大事儿？比彩霞好的多着呢。哎呦，爷虽如此说，连他们都瞧不起我们，那别人就越发看不上我们了。好容易先看准个媳妇儿，我只说求爷爷奶奶的恩典替做成了，奶奶又说她必肯的，我就烦了人走过去试一试，谁知白讨了个没趣儿。若论那孩子倒不错，据我素日私言试他，他心里倒没什么说的，只是他老子娘两个老东西心太高了些。哼，他们还想往哪儿高去？什么大事儿，只管咕咕唧唧的。你放心且去，明儿我做媒打发两个有体面的人，一面说一面带着定理去，就说我的主意。他十分不依，叫他来见我。哎呦哎呦，多谢二爷，谢二爷成全，多谢奶奶，奶奶费心。起来吧。哎，连你二爷还这样看恩操心呢，我倒反袖手旁观不成？旺儿家的你听见说了这事儿，你也忙忙的给我完了事儿来，说给你男人，外头所有的账一概赶今年年底下收了进来，少一个钱我也不依。我的名声不好，再放一年都要生吃了我呢。奶奶胆也太小了些，谁敢议论奶奶呀？若收了时公道说，我们也少了些麻烦，不大得罪人。我也是一场痴心白使了。真个的，我还等钱做什么？不过是为了日用，出得多，进得少。如今这屋里有的没的，我和你姑爷一月的月钱，再连上四个丫头的月钱，通共120两银子，还不够3-5天的使用呢。若不是我千凑万挪的，这会子早不知到什么破窑里去了，如今倒落了个放账破了户的名儿。既这样，我就收了回来。我比谁不会花钱，咱们就坐着花，到多早晚是多早晚。前儿老太太生日，太太急了2个月，想不出法儿来，还是我提了一句，后楼上现有些没要紧的大铜锡家伙4-5箱子，拿去弄了300银子，才把太太遮羞脸搪了过去。我是你们知道的，那个金的自鸣钟卖了560两银子，没过半个月，大事儿小事儿倒有10来件，白填在里头了。如今外头也短住了，也不知是谁的主意，搜寻上老太太了。明儿再过一年，个人搜寻到头面衣服可就好了。哟，瞧奶奶说的，哪一位太太奶奶的头面衣服折遍了，不过过一辈子的，只是不肯罢了。不是我说了没能耐的话，要像这样，我竟是不能了。昨晚上忽然做了一个梦，说来也可笑，梦见一个人，虽然面善，却不知名姓，找我，问他做什么，他说是娘娘打发他来的。宫里夏爷爷那儿来人了。刚说着就来了一股子。哟，奶奶的梦，莫非仙梦不成？哼，又是什么话？一年他们也搬够了。你藏在这里，等我去见他。
若是小事儿就罢了，若是大事儿，我自有话回他。夏爷爷因今儿偶见一所房子，如今竟短200两银子，打发我来问舅奶奶家里头有现成的银子，暂借100，过一两日就送过来。什么是送过来？有的是银子，只管先兑了去，等我们短了再借去也是一样的。出去，不管哪里，先支200两来。我才因别处支不动，才来奶奶这里支的。哎，你们只会里头来要钱，叫你们外头算去就不能了。平儿，把那两个金项圈拿出去，暂且压了400两银子，200两给夏爷爷送去，余下的给旺儿媳妇预备中秋过节。那谢谢舅奶奶了。这一起万岁，何日是了？昨日周太监来，张口1000两，我略应慢了些，他就不自在，将来得罪人之处不少。这会子再发个300-200万的财就好了。等等，来往家的事儿，你放心，我记着的。且说彩霞早闻得旺儿之子酗酒赌博，而且容颜丑陋，一计不知。二奶奶深恐旺儿仗凤姐之事一时做成，终身为患，不免心中急躁。坐吧。来旺跟了二爷这些年，是二爷最倚仗的人了。他家小子我看也是个人才，将来定然是要跟着二爷的。彩霞要是给了他家，我们定不会亏待了他。心中越发懊恼，敲与他姐姐彩云竟二门来找赵姨娘。赵姨娘素日深与彩云契合，巴不得与了贾环，事晚得空便先求了贾政。情急之下，赵姨娘说漏了宝玉已有房中人2年了，被赵姨娘房中的丫鬟小雀听到，告诉了宝玉。提防老爷第二天问话，宝玉听了别无他法，接李叔的书预备明儿盘考，自己读书不至紧要，却带累着一房丫鬟们皆不能睡。袭人、麝月、晴雯等几个大的是不用说，在旁捡烛斟茶，那些小的都困眼朦胧，前仰后合起来。夜静了，冷，你到底穿一件大衣裳才是啊。你暂且把我们忘了，把心且略对着他些吧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我看见一个人从墙上跳下来了。别胡说。真的，我亲眼看见的。在哪儿？你可看真了？看真了，看真了，就在那儿。打起灯来，你们都出去看看。是，就在那儿，就在那儿。对，就在那儿。怎么了？哪有人呢？小祖宗，你怎么也出来了？小心着凉了，快进去吧。到底怎么了？人呢？人在哪儿啊？没什么事，走吧。晴雯因见宝玉读书苦恼，心下正要替宝玉想出一个主意来脱此难，不如趁这个机会装病，就说是吓着了。这行吗？去把外面上夜的婆子找来，就说刚才园子里闹鬼，把宝玉吓着了。快去！都找遍了，到处都没有。姑娘睡迷糊了，看花眼了，方便树枝一摇晃，就误作为人了。少放邹屁！你们查得不严，怕得不是，还拿这话来支吾。才刚并不是一个人看见的，我们跟宝玉出去有事。
是大家亲见的，如今吓得宝玉颜色都变了，浑身发热。我正要到上房去拿阿欢丸来呢，太太要是问起来，是要回明白的。难道依你说就罢了不成？那也得找。你跟我去上房取药。晴雯等又出去要药，故意闹得众人皆知宝玉吓着了。王夫人听了，忙命人来看事给药，又吩咐各上夜人仔细搜查。于是园内灯笼火把直闹了一夜。哼，我必料到有此事。如今各处上夜都不小心，还说小事，只怕他们就是贼也未可知。静音凤姐姐身子不好，几日园内的人比先前放肆了许多。先前不过是大家偷着一时半刻，或夜里做经时，三四人聚在一处，或掷骰，或斗牌，小小的玩意儿，不过为熬困。近来尽次放诞，竟开了赌局，甚至有头家局主，或30吊、50吊、300吊的大输赢。半月前，竟有争斗相打之事。你既知道，为何不早回我们来？我原想，太太事儿多，且连日不自在，所以没回，只告诉了大嫂子和管事儿的人们，借吃过几次，近日好些。你姑娘家如何知道这里头的厉害？你自以为耍钱尝试，不过怕引起争端，殊不知夜间既耍钱，就保不住不吃酒。既吃酒，就免不得门户任意开锁，或卖东西，寻章觅礼，其中夜静人稀，虚变藏贼，引奸引盗，何等事做不出来？况且，园内的姊妹们起居所伴者，皆系丫头媳妇儿们，闲鱼混杂，贼盗事小。再有别事，倘略沾带些，关系不小，这事岂可轻恕？老祖宗教训的是，只是我这身子又病了，难免让那几子小人钻了空子。难为你了。宝玉怎么样了？太医才去看过了，受了点惊吓，倒没什么大碍。开了剂安神的药吃了，已经睡下了。这就好。那些吃酒赌钱的，要好好查，绝不能纵容。您知孝家的和赖大家的，五今天就开始查了。赌钱的，大头家3人。小头家8人，聚赌者共20人，都绑起来了，等老太太发落呢。那个小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个时候，这人是林之孝家的两姨亲家。老太太，老太太，帮我们求求情吧，老太太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这是二姑娘的奶娘。这种事情绝不能姑息。为首的每个人40大板撵出去，总不许再进。从者每人20大板，割去3个月月钱。以后去打扫侧行，那些赌具、骰子、牌一并烧毁，所有的钱入关分散于众人。
一时贾母歇傻，大家散出，都知贾母今日生气，皆不敢各散回家。邢夫人也就往园内散散心来。哎呦，这个吃丫头又得了什么狗不食，这么欢喜。太太说的真个巧，真个狗不食呢。太太请瞧一瞧，敢是两个妖精打架，拿来我瞧瞧，必是两口子相打。哎呦，你打哪得来的？我掏蛐蛐在山石上捡的。不许告诉一个人，这不是好东西，连你也要打死。皆因你素日是傻子，以后再不许提起，记住了。邢夫人心内十分寒意，揣摩此物从何而至，且不形于声色。停下，把这个交给二太太，就说是老太太房里的傻大姐在园子里拾到的，本要送给老太太看的，我给截下来请二太太过目。失迷的，忘所了。